Hello， 大家好，我是苗司机。早上没有跟大家讲到美女，是因为我们就一直在做菜、吃饭、做菜、吃饭的循环当中，就没有太多时间去处理。我们前一阵子发起了一个小小的活动，就是去花莲做饭给神父吃这样子。那其实是因为想要自己吃法国的菜。对，神父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好那今天的进度主要是因为感谢 AU。教我们用脏脏的方法、黑黑的方法来处理 APK， 对，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蒙脸阿美与蒙脸的旧的 APK 拿下来解开来，然后直接做一些小小的处理，然后把那个档案换上去，然后就包一包，然后就变成新的蒙脸 APK， 然后就可以发布到 Google Store 上面，实在是蛮方便。对，脏脏的。好，那为了让大家都可以有效的享用这套程序，我们就把它发布在这个 GitHub 上面。对，那。请大家用的时候手下留情，里面有我和 AU 两个人的 private key。好，那什么是阿美与蒙点呢？跟可能还不太了解的朋友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在蒙点里面加了方敏英的阿美语字典跟那个潘世光神父阿美语法语字典。对，那用法就是你在那边打打字，他就会去查有什么阿美语，然后。就可以跟你们使用蒙点的方法一模一样，就点进去，然后就 GG 了嘛。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Never Like Demo。好，那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过去一年来，好像从去年的春节我们 release 了第一个字典之后，我们就一直没有改版了，所以使用的人数就一直维持在700多个人这样子。那大家都知道上一版非常不好用，所以可能这700多个人就是觉得不好用，然后他也没有从手机上面移除。就对，然后还可以在那边看到，就是有的人升级成 Android 5.1 了，那他也没有移除，所以就变成 Android 5.1 这样子。对，好，感谢这些始终的用户，那希望。好的，那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的是潘世光神父的阿美语汉语字典 OCR 校对，那他的阿美语法语已经校对完成了，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后制中。那请各位乡民，如果有空的话呢，上去帮忙打打字，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打什么就可以了，非常单纯。那网址在这个地方，之后会贴在 GitHub 的 Slack， 我已经贴在 GitHub 的 Slack 了，欢迎有志之士上去太无聊的时候稍微打一下这样子。那我目前有这几本字典，对，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进度，方敏晕教室的阿美语汉语字典已经处理完成了，已经有 App 了，已经出去了。潘世光神父的阿美法语字典已经切完豆腐了，正在后制中。然后潘世光神父的阿美语汉语字典，请各位乡民大家帮忙。那吴明义博士的阿美语汉语字典正在协商中，因为他说，我可以讲吗？因为他说他希望赚点零用钱嘛，就是不希望无偿放出来。那所以我们就决定先进行第五本，就是蔡宗涵前立法委员的阿美语汉语字典。那蔡宗涵委员的字典也是非常厚一本，所以我相信他 release 出来之后会给那个吴明义博士造成一些社会压力。好，那感谢各位乡民的帮忙，请大家继续支持，谢谢。